小组为单位，然后进行很多的任务。尤其是各组的组长，各组的组长请举手。然后来，各组的组长呢，我在呢，就是桌上放怎样任务单，然后有白板，然后也有学习单。好，等一下各组的组长要指定一位成员，然后要负责就是在这堂课一整堂课的时间，然后都要负责书写答案。好，把组长首先放下，冷静。那呢，我也要赋予组长很多的一个权利，就是当组员在吵闹、不听话的时候，然后呢，组长要帮我管理秩序。那请问关于课堂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啊。好嘞，首先请看到第一个白板，来第一大配对这个地方，来第一个白板，第一大配对，来，请要负责。Thank you.
着你们的学习单，还有所有的资料过去，就是我给你们的学习单，还有这两张的资料过去，你们要交换资讯，你们要听对方讲什么，而且要记录下来。等一下，资讯交换完成之后，你们要报告对方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听对方讲什么。知道吗？有问题吗？有问题吗？你的头要垂下来了，不舒服吗？好，来，现在请第一组移动到第四组，第五组移动到第二组，第三组移动到第六组。来，请你在30秒内移动完毕，然后开始分享技术。有落差。
祭祀的场所叫做什么？祭祀的场所称为宫谢。祝各位龙人称呼称为光。光那个字念光仪。好，来，那所以我可以请你推论，既然叫做光仪，所以宗教人员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的。没有错，他宗教人员是女生哦。回复他的怎样？就是呢，相对于他的母系社会，在母系社会里面，女生的地位比较崇高。好来，那他的经济活动以渔猎、旅游跟为主。好，来，这是大概就是他们刚刚讲的。好来，谢谢剧组组。来，你坐下。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完整。好来，那呢，还记得我们其实是有讲过来贡献，因为他们认为阿力祖存在在干净的水源里面，所以在他们的祭祀场所里面一定有一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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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就是拜壶，所以希腊雅族又称作拜壶的民族。然后呢，因为阿力祖很喜欢槟榔还有米酒，所以你看哦，他们在准备祭典的时候，一整台的米酒，然后甚至还有这上面，因为色差的关系，你们看不出来，这个都是槟榔，你们应该看不太清楚吧？那我那里有槟榔。对，他们搅蛋就会放这里啦，这个当然不会搅蛋。然后呢，除了公蟹之外呢，还有油羹，还记得吗？传统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呢，选择那块地，然后把上面的高大的树把它砍掉之后，放了火烧了它，然后之后再怎样过走，然后在整个耕种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不会再去施肥？不会。然后等到收成的时候，就让这块地休息。好，这个是原住民，也就是希腊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改变的部分，一二三组，准备好，来，一二三组的四号，请准备。一二三组的四号，请准备。哎，第二组好像有意见哦。来，第二三组的四号，请准备。好。请抢答！只有第三组抢答。你们第一组、第二组在干嘛？在干什么？对。好来，没关系，来，请雨露站起来，大声一点。男性的地位提升。男性的地位提升，还有。然后定期那个看那个地方会议，全台政令。授予长老在部落内实施司法权，维持部落秩序。好，稍等一下，来，请问谁去参加地方会议？长老。长老。哦，长老去参加地方会议，所以长老基本上啊，去参加地方会议，在这个地方会议里面，就是东印度公司会授予你什么？还记得吗？给你什么？给你什么？我提示你，给你什么？对，给你权杖，象征怎样？象征就是他认可你，所以不是所有的年长者就可以去参加地方会议哦，要都是公司的人认可。就像是呢，各组的组长，因为呢老师认可你，我才给予你权力管理怎样组别的秩序 ，OK 吗？好，好来。传播基督教在部落设立社会，传教是以罗马拼音拼写新的社语言，以此文字翻译圣经称为新的文书，之后用此文字与汉文签字记录用语，又称根本性。引进牛鼓励汉人移垦，农业的发展和物质的减少，传统生活受到的影响。好，谢谢。来，那语录其实讲的真的算蛮清楚的，而且呢，好，他呢还有怎样？还有呢，在回答一些我额外的问题。可是我还有一些问题，我想问的是，来，他倒是以罗马字母拼写新港社的语言，这个叫新港文书，我们是不是都学过，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新港文书里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呢，把它呢。因为要传教的关系，不要忘记哦，新港文书它发
不是。是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会写信稿文？不是。不是。然后呢，来有学习到信稿文的，他们是不是就是把它留来，然后当作是什么？当作可以跟汉人签订土地契约的文字。啊，没有写信稿文的，没有学信稿文的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办？卖生气。卖生气？你说整个人，然后卖给他，就说对，这样子吗？他们怎么样订立契约？你觉得？卖器官。啊？旁边有你说什么？盖手印。哎，盖手印没有错，他就会用盖手印的一个方式。来，六加一分。接下来，好，来大家想一下，我们呢刚刚学到了希腊雅的一个约式生活，就是传统的生活。然后呢，东印度公司来了之后，它改变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如果你是希腊雅族的族人，你会想要乖乖配合，还是反抗造例？这个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考虑，等一下我会就是请大家举手。对，我们已经学习了，已经答，已经刚刚就已经看了这些了。好嘞，请问你会乖乖配合的举手？有些人好像还没有举手哦。好，来放下。我比较好奇，第四组你们全组都是共同的想法，可不可以派一个人，然后来跟我们说，你为什么，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反抗到我？我就不怕你。好，就单纯因为叛逆吗？你会叛逆的。我再讲具体一点。好，回家站起来回答一下。那怎么办？会不会是不是因为你会觉得我凭什么要为了就是外人然后来放弃我的传统，或者是改变我的生活？会有这样的想法吗？真的吗？对，好。来，这边东印度公司来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把这边设成行政中心，对不对？统治中心。然后这边是它的经济中心，那呢这四个部落是希腊雅族的四大部落。新港社就是刚刚那个以乖乖配合闻名的新港社，它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非常的好，对不对？合作嘛，有平定什么麻豆社事件啊，然后甚至呢也有帮忙东印度公司平定郭华仪事件，对不对？是不是关系很好？接下来麻豆社就是怎样？对荷兰人而言，就是一个恶名昭彰的部落，因为他是不是就一直在反抗？这就一直反抗到底。那麻豆社的人真的这么不怕死吗？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来，接下来我会给你看一张图片。根据这张图片，就是呢我们讨论，然后呢每一个问题呢就是让我们讨论一到两分钟。那呢讨论之后呢，请你把答案简单扼要的写在这一块白板上。写完，请你就立起来就好 ，OK 吗？好。好，来，这一个图片，请大家仔细看，我给你们看30秒，你必须要在脑海里面，然后呢，一直想着这张图片，因为等一下我们的每一题都跟这张图片有关系。
还是你会呢想要做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呢化解，就是河南人跟麻豆社的这个族群之间的一个怨恨，你会怎么选择？我会选择。你会怎么选择？然后我给你们就是一分钟的时间讨论，这个不用写，这个不用写白板，你们会怎么选择？确认